好，七根柱，七根柱子打掉了。神保佑，你可终于醒过来了。这里是他们的月露和丁恩了。这里是我家，央伟姑娘在另外一间病房。等等，你伤得不轻啊，不可以乱动。才没有偷哭，我没哭。灵儿，灵儿，你听得见我吗？老婆婆，灵儿要不要紧？放心，女人虽弱，为母则强。照她的情形看来，死不了的。为母，这丫头一直凝聚着全身的真气，护着肚子里的胎儿。只要这股气不散，加上我的灵药，十天半个月内不成问题。胎儿，我的，这要问你自己啦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想不到他当爹了。哎，以前我开心的时候，就是悲伤的另外一刻了。这边的情感，让我酝酿一下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的身体能否复原，还有很大的问题呢。凡人的病。用凡人的药来医，贤人的命得用仙药来救。要救他们母子二人，不用特别的仙药是办不到的。仙药要治好他们母子的伤，唯有的金翅凤凰蛋、火眼麒麟角二物，在这灵山神木林深处找到金翅凤凰炉窝。可取其蛋壳，和白苗族居住的大理城麒麟洞中，则有着千年火眼麒麟精，将之降服，可得其脚。不过要记住，此两兽乃我苗族圣兽，你只可取药，不可伤其性命，否则会遭天谴。需要的事就交给我。
对了，月乳呢？我找月乳跟我一块去好了，他比我精明，有他在比较不会失手。哎，有你这句话，他可以瞑目了。他是月乳。老婆婆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天灵碎裂，回天乏术，送到我这里来时，就已经断气了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月乳，神姑，看他们的情况如何？小两口的命是捡回来的，而林姑娘那边我就没办法了。你可真有一套，居然找上我这用毒的老太婆来医病人。还有啊，我早已经退位几十年了，别再叫我圣姑了。哎，天下人皆知你的医术是世上绝无仅有，连你也救不活那丫头吗？要她活过来是不可能，不过要能让她不死的方法我倒是不少。你这个话我可听糊涂了。时候到了，你自然明白。只不过我可不保证一定成功啊。好吧，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。我该告辞了，别让他们知道我来过这里。多挂一下宝物。谁跟他偷笑？我配得很认真，你他妈的跟我说我在偷笑。我都已经流眼泪，你们在那边跟我说偷笑，你们太过分了吧！我他妈的认真配，你在说我在偷笑，干！是不是冷啊？你们还是人吗？这种剧情这么感人的地方，我他妈的绝对不会乱配。要月如复活就是傀儡虫啊，但是有期限啊，好像十几年吧，还多少年？
好，东西都拿了吧。闭嘴，你们各闭嘴。难道我一定要弄一个摄影机，然后 拍到我哭的眼泪才算吗？你看，你看芊芊有没有？你看芊芊有没有都会讲话、啊，谢谢人家好吗？哎、欸，你问问叶翔，我之前配那个绝代双骄还是哪一段啊？又哭啊！啊，侠之道又哭啦，侠之道又哭，侠之道跟新绝代双骄的时候都有哭，太过分了吧你们？会不会讲话、啊？会讲话、啊、你们？哦，怎么不要王八蛋？我这些王八蛋！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出去走走了。两个丫头呢？婆婆我会替你看好的。千万记住哦，金翅凤凰喜欢的是巨树顶端毒草，你到神木林高处找找，也许会有收获。大理城外附近黑苗白苗两族经常发生战争，建议你暂时不要靠近那里，等局面平静些再去火麒麟洞吧。哎，对啊，我这房里有许多毒虫。这蛊还是虫？蛊哦，毒蛊和灵药你可以自由应用。我拿了，我已经拿了。哎，不过有些胡乱吃是会上命的哦，还没搞清楚药性之前可别乱用哦。